乐儿初升小学，三至三词培训班第十二课，第一 ，go 去，我哋咧行去多个去啦，系第一个系 go， 跟住系 o， go go go。嗱喺呢度咧 ，o 咧我哋唔读 o 噶吓，咁啊留意啦，系比较特别啲嘅 o， 我哋读翻 o 音。所以就 go o go。第二 grandma 祖母，好啦，呢个咧 m a 我哋系读妈嘅，而 a n d 系 an 啦 ，g r gr， 所以就 gr and ma 读快啲 grandma。第三 green 绿色。嗱，有两个 e e 咯，咁 e e 咧，我哋读翻个 e 音嘅，所以成个字嘅读法咧就 green。第四 get 得到，嗱，好简单啦，咁三个字分开读就得啦。第一个 g，e 读 a， 跟住 t， 所以 get。get。第五 ，goat 山羊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啦。啱啱第一条讲过啦 ，g o 我哋系读 go，o a 咧我哋系要读翻 o 音嘅 ，t， 所以成个字咧我哋就会读 goat goat。第六 ，goodbye 再见。嗱，呢度咧有两个 o o 喎，咁啊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 ，o 有两个发音噶，咁喺呢度咧我哋就会用 o， 所以就 good o good good good， 跟住 bye 呢个 goodbye， 好啦 ，y e 我哋呢度咧系要读 i 音噶吓，我哋咧要读为一个 i 音，所以就 bye i。bye， 成个字就是 goodbye。 第七 gray 灰色，如果大家之前呢、有、记得呢我们会说是 ray， 我们就会读 ray， 而 ley 我们会读 ray， 再说一次 ray 是读 ray，L-E-Y 在读 Ray， 咁咧而 Grape 呢个咧系 L-E-Y， 所以我哋要读 Ray， 所以成个字就系 Grape。第八 Guitar 吉他，我哋咧弹到啲吉他 ，T-A-R 咧我哋就会读 ta， 系啦，就之前我哋讲过 T-E-R 咧，我哋就会读 ta。T E R 咧系读茶，而 T A R 咧我哋就要读他，记住咯，所以成个咧就系 G G U 我读翻 R， 而 I 咧我哋读 E， 前边呢部分先读咯，系 G R E G G G。加埋后面叉，所以就 good 叉。第九，好啦，上面讲过咯 ，o o d 系咪啊？呢度呢度有 o o d， 咁所以成个字咧就好简单啦 ，good o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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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好嘅意思吓，好。第十 ，grandpa 祖父。在第二条呢我们讲了 grandma， 而后面这个第十条呢我们就读 grandpa， 记住 PA 我们读 pa， 所以整个就 grandpa。 第十一这个呢我们读 girl， 女孩子，有些小朋友呢成日会读了这个字呢读girl 咁，但其实全部系错噶。我哋正式嚟讲，应该读 girl。大家就第一个 girl，
I R L real， 所以成个就 girl real girl。第十二 give 俾嘢给咁解，好啦，第一个一样啦，系读 girl I， 我哋喺呢度咧要读 e， 跟住 v。这个呢依依度呢我哋唔要㗎，係 magic 依嚟嘅，唔需要读个 a 依个音㗎。但係前面呢个呢亦都有少少问题㗎喎，呢个比较特别啲嘅例子。依度呢我哋要读返 e 喎，所以成个字嘅读法就 give, e, w, 读法啲 give, give, give。第十三 grape, 葡萄，即係葡提子啦。好啦，呢度咧有个 magic e 咯，唔要啦，呢个 a 读翻 a 音，所以成个就 grap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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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pe。第十四 hair 头发，好啦，上一次咧都讲过咯 ，a i r 咧我哋呢度 air， 所以咧 h 咧系读，成个字加埋就 hair。hair hair。 第十五 here 谢女 magic e 咯，个 e 唔要，前面呢个 e 读翻 e 音，所以就 here， 所以 here。